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雷哥。今天我们家里面搞一个客家话大比拼。等一下的话，我们会把这个我们要教给大家的这个客家话放在这个电视上面，然后我们就全程用客家话交流了哈。不是，你这有点欺负人呐！我又不是说客家话的。哎，你也是客家的，惠州的哈。来，我先给大家打个样。我这不算客家好吗？好了，现在只能够客家话交流了哈。玉给你快干嘛了哈？来，开一张，发上内头。这个是空心菜，昂菜。对对对，为什么要这么发个？对对，发一下。屁股媳妇，太高了，啊！来，我来这一个，中龙，汽车，汽车，这个我懂。苹果咋子？太腿。就会太比对了对了，被你问对了。这个第一第一只腊茶，各位怎么样猫说腊茶腊茶腊茶来，我来一个哟，第一只那就慢台啊，可以吗？脑腿头拿头拿头拿爱烧啊，吃手施工，你们那是这样子？没啊，施工，你喊饼工啊？你叫施工，我叫饼工啊。这是长，长，那是姜，姜，批主，批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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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作牌啊！你快旁边，先别作牌。批工，水手。索马，索马系乜嘢啊？索马腰水。索马，索马，不知道大家听我们的客家话听懂了多少句啊？我问你一下，没见过世面用客家话怎么说？上堂上堂在哟。没敢讲嘅。啊？没敢讲嘅。阿龙讲嘅吗？那见过世面？是双人仔哟，放麦鸡嘛，看过大蛇饿死系咪啊？我们湖边没有大蛇饿死哦。我们那边就是，看过大蛇饿死系咪啊？台上饿死。